少林之武，刚柔并济，内外兼修，方得无上天。天下功夫出少林，在金庸的武侠世界，少林寺更是冠绝江湖的第一大门派。伴着万壑松风，山蝉低吟，我来到了少林寺。恍惚中，就像郭襄只身漫游闯入少林那一天，他下了青驴，缓步走向寺前。只见树木森森，他神驰想象，这寺中卧虎藏龙，不知有多少好手。天龙八部中，少室山大战浓墨重彩，扫地僧一出手化解恩怨情仇。小说中神乎其神的少林功夫，在我所见却朴实无华，没有刀光剑影，而以拳和棍见长，刚柔相济，宽容谦和节制，尽显中国传统文化风流。